头痛，又开始了啊，又看到那个，又看到那个钢铁侠，又看到钢铁侠了啊，又看，看到那个钢铁侠了，好像这个钢铁侠好像那个瘦小一点，哦，原来飞机上，又放下来钢铁侠了啊，又钢铁放了。钢铁侠啊，然后现在就放了一串的钢铁侠过来啊，包围那个手拉手的啊，包围那个叫切尔贝利啊，切尔贝利啊，本来为什么前面那个说要去俄罗斯那边处理呢？因为那个包括那个他原来的加盟共和国这一类的啊，一个。帮起一个嫌少哦，所以安排的就很多的人就手拉手啊、哦，把那个核电厂包围起来，原来的那个切尔贝利核电厂，把它包围起来啊，手拉手啊、哦，手拉手包围起来以后，然后一起往那边进发啊，到了那边以后，到了那里以后，那是钢铁侠啊，钢铁侠和变形金刚啊，团体活动啊，团体，团体在拆解啊，团体在拆解，这个时候我看到既看到那个变形金刚，又看到那个钢铁侠啊，他们团体作业啊，团体作业的时候就棒，直接就把它抬起了，直接把它抬起来啊。直接把它抬起来，把里面的东西抱起来啊，放到箱子里边啊，抱起来放到箱子里边，抱起来放到箱子里边，抱起来放到箱子里边，像抓豆腐一样的啊，就站在一个厚厚的金属箱子里边啊，站在厚厚的金属箱子里边，也就是说，刚才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个，钢铁侠啊，把周围那个保护弹子抬起来啊，抬了起来以后，然后变形金刚从里边，把盒子拿出来，站在那个箱子里面，就像那个铅盒啊，那个铅的盒子里面把它保护在里面的啊，放在堆了好多堆在那边的时候，然后飞碟就过来了，就把那个铅的箱子一个个啊就移走了啊，从飞碟移走了这个工程清除铅的飞碟那个工程呢，差不多有工期就是97天。100天啊，97天100天，来把它那个拆解掉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再见啊。